羽球点点谈，聚沙能成塔。球们好，我是爱语课蔡师兄。今天的点点谈来谈一个单打中常见的球路，关于圆网的处理。我们先来看几个约道式的片段，看看能从中学到什么。 接下来，我们先来模仿一个约道式在中路圆网的处理球。这个小练习我们要注意4个要点。第一个点是练习的同学采用弓箭步上网，低手的反拍回放。这个球更多是用小臂的轻重去控制力量的大小。第二点是球的弧度不用太高，最高点刚刚在网口附近形成一个圆网球。 第3点是出球之后重心回收，缩半步，有意的留出前场的空间，给对手回放的空间。第4点是踩右脚，通过跳步换正拍扑球。接下来我们再来模仿一个约道式在左场区的圆网处理球。 这个右半场的圆网处理球和前面的练习有所不同，我们要注意第一个点是击球点不同，前一个练习是反拍的低点处理，而这个练习是通过正拍的抢高点处理，是一个抢戳，在技术的结构上也有所不同啊。持拍做出了一个首尔高于拍头的动作，后三指放松啊，然后在击球瞬间正好利用松弛的后三指拉动。 形成了一个从右向左的拍面滑动让球形成一定的旋转，从右向左的旋转。出球之后，球的弧度也不同。前面的球最高点在网口附近，这个球最高点在自己的半场弧度的最高点。球下落之后，形成了一个进网球。接下来也是出球之后，队员回收半步重心回收半步。 第4点踩右脚跳步换反拍扑球。最后，我们再来模仿一个约道式在右场区的低点处理。第3个小练习其实和前面的很相似，也是一个把对方的圆网球转进网球，然后抓对手的进网回放的一个思路。这个球的区别主要在于脚下。 因为他出球之后回位的距离离网口不远，没有采用跳步，而是直接用蹬胯步抓回放扑球。师兄通过这几个小片段自己总结了这么几个要点。首先是在圆网球的处理上，你要有自己的思路，你是回圆网球呢，还是回进网球？如果你是回圆网球，你出球弧度的顶点往往就在网口附近。 形成一个过网的圆网球。如果你是想圆网转进网，那你的弧度就应该顶点在自己的半场下落的时候形成一个进网球。哎，这是第一个思路第二个，在技术上来说如果你是圆网球，小臂的推送可能更多一点小臂的往前推的感觉可能更多一点如果你是回进网球。 手指的控制因为手指的力量比较小戳的感觉可能更多一点。第3个就是在脚步上在圆网处理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采用弓箭步不管你是正拍还是反拍，而且第一种情况往往不用抢高点第2个大的要点是你出球之后一定要有回收的意识，这里的回收有2个重点，一个是回收身体的重心。 让你在下一个球的时候启动比较快第2个是在空间感上的回收，就说你打完网前之后一定不能站得太近，这样的话你后场空当太大，对手往往不会再回放，而是直接推挑你的后场底线。所以说你打完之后你要欲擒故纵，故意缩回来一点，留出前面的空间故意让对手回放，然后再去抓他的回放球。第3个就是在抓回放的时候，如果是距离远。 大多数都是采用踩一个右脚把重心调到右脚上的扑球正拍也可以反拍也可以如果这个球距离比较近可以直接上蹬胯正拍也可以，反拍也可以扑球。好了，今天的圆网球处理小练习就讲到这里，球友们还有什么疑问可以在留言区留言。下一期我们来讲一个相关的关于单腿力量的小练习。在这个小练习中，我们要注意这几个地方。第一个是就是练习的同学低拍球要采用弓箭步，稍微低手的回放。